哎呦我的天哪，绿巨人，你这么大个人，你在那哭什么呢？哎呀，乔治，你可看呢，我绿巨人的牙齿不见了。哎呀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，不就牙齿吗？哎，我呀给你做牙齿就好啦。快看，我拿来一个牙齿的模具。哎，我把它呀打开。那你喜欢什么颜色的牙齿呢？嘿，我是绿巨人，那我来个绿色的吧。好好好。哎，我们呀先把彩泥呀给它打开，然后把它放到这个模具里面。哎，放在里面。哎，一次呀我们可以做两颗，我们先做两颗来看一看，看看成不成功呢。这成功了，绿巨人呢就不会哭了。然后我们把它盖上，然后再把它按一按，打开按一按。哎，我们放在这里静静的等一会儿，十分钟以后，快看，牙齿做好了，我来给你安上吧。嘿嘿，快看，已经做好了两颗牙，我们来继续做。